香港人抢完口罩和消毒用品，呢日连厕纸都要抢啊！早排喺法国度抢输口罩嘅森美，呢日屋企嘅厕纸用晒，去超级市场度谂住买嘅时候，发现一众嘅师奶都喺度抢购紧厕纸，因为网上流传可能好快会断货，货架上面唔同品牌嘅厕纸都被一扫而空啊！森美仲话屋企嗰卷都要悭啲使啦。他又呼吁大家不要怕，要定啲嚟，同埋做运动增强抵抗能力啊！